十六个厚的。天哪，全是两千瓦的机器吗？因为咱这个板材上面有锈，所以说它会积到最上面，会积那么一点那个沙子在上面。但是没有锈的话，效果会非常好。这个是什么的切割头啊？这个是个别克的自动折胶的。哦。你们先拍一个切割的，待会我把这个样子抠出来之后再拍一个。好。这个就结束了，这个。